天，在近日宣布订婚喜讯，让许多粉丝又惊又喜，也让演艺圈多了一对神仙眷侣。没想到成为人妻后，陈婷妮 po 文竟尺度大开。只见她最新发出的一张照片中，她身穿白色高领上衣，一个人坐在灰色沙发上，手拿着下半身搭帐篷的小木偶公仔，瞪大双眼，呆滞地看着镜头，并笑说朋友家的小木偶太害羞了，直呼自己不敢看。据了解，该公仔是某设计师的陈柏小木偶作品，是许多收藏人士的梦幻艺品。这照片一出，也引起网友们热烈讨论。有趣的是，老公胡宇威看了也留了三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符号，回复老婆的害羞文，只能说陈婷妮都是人妻了，有什么场面没见过的呢？